大哥在喊他职位。Uncle Uncle， 怎么了吗？等下我在这里吗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家喊 Uncle 你在抓痒？所以我一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你是这一群的还是这一群？好呀，我一直以为是这一群，因为他一开始就跟妹妹坐在一起。哎，害你爹你，哎呦，怎么样？害奶公真的是吼，喊口是吗？收心上来算。好，刚哎，给我，给我。我们今天的寿星呢，也是我们的最新的歌手哈、哦，他还没排场，近期内要排场的歌手，我们婷婷哦，今天生日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你从 FB 啊 LINE 上面都没有通知我是什么脾气。因为我不喜欢过生日，我觉得当寿星的人会就是当他会。你不喜欢过生日，但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生日，我都不知道你生日？脸书会有通知啊，因为我们两个还不是好友啦。有什么要加吗？加我，不破方才卖，不破方才。啊？好吧，为了处罚你，我们带来这杯滋阴补阳的。来吧，先把上面的奶油吃掉。一口含掉好吗？吞掉它，哦，清洁它，这为了处罚你，吞掉啦！可以把妹妹的眼睛捂住吗？越来越清楚了，没有错，滋阴补阳，好吧，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吧。预备，开始。哇！啊吸啊，你是吞，没有错，对象，妹妹不能看哈、哦，等你十八岁以后才可以接受这种生日礼物，快点，尖叫预备去！是的，只要是满十八岁以上的寿星，我们都会送他一杯。吸完啊！好，剩下的来，好好好，那叫好脏哦，来拿下去，来弄完，他唱完的时候再下去的，啊，可以打开，好，来唱什么歌？寿星，把你嘴巴擦干净，好吗？啊，怎么有一种那个闻到那种很老啊海鲜的味道？的主题曲啦，那个格雷的五十道阴影，那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吗？的主题曲，因为我这边有未满十八岁的妹妹啊，那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的电影哈。那我要唱这首歌献给大家，叫 Love Me Like You Do， 谢谢。